台湾花莲台北万富宫董事长吴鸿儒，台北保安社社长杨富杰，执行长柯林郑立雄，率领保安社全体职事上站艋舺鸟巢馆溪田宫，伫新丘年伫年正路主洛伦为光彩。全体一同恭祝天上圣庙花旦千秋，恭祝溪田宫建宫180周年庆庆圆满。全体一同恭奉天上圣庙金牛立像，迎三吉祥礼，一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，耶，行。谢谢，来今麦来有咱的哦，溪田宫的咱的主委哈。有咱的哦，诸位哈，诸位服务员，请诸位跟咱的田楼主哦，来，哦，咱的这个乐主，乐主楼主，哦，楼主呢，哦，敬献金牌个礼品，哦，感谢哦，咱这个哦，保安社，哦，感谢咱的保安社这次哦，热情的赞敬哦，赞助光彩，感谢，掌声鼓励。来，看中哦，过来去上一条哦，来看中间哦。好，谢谢。是代表王大哥的奖哦，希望您乐会哦，一记得今年的祝贺副楼主呢哦，感谢哈，咱的这个感谢咱保安社哦，赞助风采哦，谢谢，谢谢，来感谢那个会长哈，那个社长。来是。
来了这个什么大奖，奖上120。